我是来自浙江杭州的设计师师姐。这次来到巴黎展示，就是说我的作品名称叫《中国书法与服装》。周大福，他所追求的文化跟我的服装系列，就是或者我个人，所推崇的文化，其实我觉得从根源上，我觉得是一体的。这次周大福推出的云椅系列，从某个程度来，它更能精炼化的去表达中国文化或者我们东方文化里面，它追求一种品质，还有就是说一种材料的一种独特的高贵性。中国文化里面就是伟大与宝贵的内涵，还有它的一个品，无论是品质的精神啊，更加以一种美好的形式或者艺术的形式去表达出来。大家好，我是 Masha， 我是第二次来 Paris， 做周大福的一个这个 support 活动。这一次带来的 collection 呢，是今年最新发布的 Decon collection。那它的 inspiration 呢是 Frank Gehry， 然后把它融合之后重新解构到一些女士比较厚重和还有包括轻软面料的一些立裁，基本上是从建筑来的灵感进行这一季。这是第二次跟周大福的一个活动在巴黎嘛，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international platform， 那它提供给了好多中国设计师一个走出来并且一同发声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的中国设计师可能没有机会在伦敦或其他的国际都市的服装 fashion week 走秀嘛，那这个 presentation 其实它本身不但提供了一个展示的机会，还提供了商业的渠道的机会。中国设计力量其实是蛮hot 的一个 topic 嘛，现在国际上，无论中国的经济的急速发展呢、市场架构的重新改革，以及现在时装产业的一些递进，那作为中国设计师来讲，可能遇到了目前为止最好的时间段。我是在法国留学以前，在巴黎服装工会。然后回到上海之后呢，我跟我的 partner Les 呢就合作了一个品牌叫做 Les Jean。 其实 Les Jean 的特色呢就是无季节，没有走 Spring Summer， 也没有走 Autumn Winter， 只是在适当的时机我就会推出一个 collection， 那我就觉得我可以在这个限度上面很自由很轻松的去做我想做的东西。如果我的服装在音乐上面的话，其实它不能用类型去涵盖它，因为有时候我的衣服会比较像交响乐，但有的时候呢我的音乐又比较像歌剧，所以说有时候你创作东西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融合体。我喜欢试验，我喜欢做极端的东西，包括我把一个雪纺全部都拉毛了以后变成一件皮草是什么样，对，所以很多人会说我比较变态，对，所以我觉得乐趣可能就在这里，因为你肯定要做一些挑战自己的事情。周大福的系列和我的服装配合在一起，我只能用两个字，就精致。他们追求的就是光泽、精致、纯度、质量和珍贵，所以我希望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结合和我的服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对于我来说是意义会特别一点，因为我从巴黎出然后又回到巴黎，所以这个在巴黎展示我的衣服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肯定。我还是希望在国际的舞台上能够再看到，让大家看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出来的设计师，让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服装行业一直在发展。